道，我们现在有可能擦伤，没有倒。我可能会当时就倒在那儿，也有失去知觉了，还有后续还有车，可能会对我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我只想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。啊，看到好多人从公交车上下来，然后公交车后面的轿车上也有人跑下来，然后往前跑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就赶紧就是骑着车子跟过来，然后一群人就在这个抬车救人。